你可以自己干嘛？ 他只有中间商吧？有啊。中间商干嘛的？有一些，就类似我们介绍人那种。也是卖设备的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太懂。你问一下他呗。不要问。 就是之前那个图它老是跑来跑去，是因为它设计的问题，对吧？对。因为它那样跑来跑去，我觉得会影响那个效率。因为管线那个速度还可以。啊，我也没。